少女时代队长泰妍出道已经将近13年，人气依然是高居不下， solo 成绩更是超能打，完全不输新一代的爱豆们。在各种民调榜单中也经常能见到泰妍的名字，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活动都非常成功的泰妍，就连许多歌手艺人都是她的小粉丝，像是同公司的耶利以及 TWICE 那莲等等，就连音乐女王 HATE 都曾经多次公开表达对泰妍的爱，还经常在偶像贴文下方留言，被双方粉丝笑说根本是最强迷妹。2年前 HATE 和泰妍共同出席某场海外演唱会，相认之后就一直维持不错的互动。日前 HATE 在自己的社群账号上贴出与偶像泰妍的合照，只见两人戴着白色口罩，似乎是一同到餐厅用餐。照片曝光后也让网友直呼 HATE 真的是超成功的粉丝，实在是太羡慕啦。